Dream Girls 电话不离身，疑似有个他。最近经读者爆料， Dream Girls 三位团员不论在练团或是在录影，电话通通不离身。你看看你看看，还越讲越开心，动心商似乎已经嗅到了八卦的味道。莫非他们在电话中都有一个他吗？难道 Dream Girls 同时交了男朋友吗？而且更夸张的是，雪芙竟然还大跳骑马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难道三个人真的闹不和吗？原来 Dream Girls 他们都中了 LG 全新的 Duet 与 L2 这两款手机的毒，强大的功能让他们爱不释手之外，而且在使用过程中还趣味连连。不信我们就来几个实际状况吧。喂，嗨，好，是不是跟男朋友热线啊？哎呦，不是啦，讲那么久，你不怕电话费爆表？没有啦，是因为最近换了 LG 新推出的 Duet 系列，只要按一个键呢，就可以在两张不同的 SIM 卡间快速的切换，那也可以轻松的跟网内外的朋友聊天，也不用担心电话费爆表的问题啦。雪芙是睡过头了是不是？怎么还没来啊？要不然我们提醒他一下，让他快点来练团。好啊。哎呦，七，哎，来了。Sorry， 我睡过头了，我们练团吧。不行，迟到的人就是要处罚，要骑马舞。哈？我不会。我不管，快点快点，你会跳哦。你要跳。好，来哟来哟，哎，谢谢你的哦，好了啦，拜托，这只有你们可以干。好了好了，可是你刚刚跳的蛮可爱的，看完上述情况，果然 LG 的全新手机果真魅力无法挡。想看 Dream Girls 的完整影片吗？快上 LG 官网就可以一饱眼福。动行销有个他，并不是个他报道。